推广无现金支付，台中市经发局跟商圈合作举办购购乐活动。这活动的期间呢，是提供无现金支付专属优惠，像是有九折啊，或是满额赠，以及限时限量优惠等等，还可以参加超过200个奖项的抽奖活动，要让消费者体验行动支付的便利跟优惠。商圈特色商品摆满桌，不用掏现金就可以通通带回家，让消费者体验行动支付的便利与优惠。台中市经发局积极辅导商圈提供行动支付服务，让商家与消费者习惯多元的付款方式。当然是希望从我们主管的24大商圈开始推动起，那能够利用这个无现金的交易，也把商圈的这个购物环境更加的往前推一步，那也让传统商圈能够让外地来的旅客感觉到非常的方便啊，这个也会绑着我们每一年度的一个年度的商圈的一个促销的一个活动。业者主动媒合无现金支付业者，由商圈选择适合的行动支付方案，并提供专案合作，希望大幅提升商圈业者的使用率。再配合优惠活动，要带动民众习惯以无现金的方式交易。我希望说，店家呢能够呼应政府的政策，因为这样的一个多元支付的环境，刚开始大家会觉得说接受度上不是很高，为什么会怕麻烦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当然会怕课税，但这个我想中央各部会都有寄出一些相关的配套的政策啊，请所有我们这个台中市的商家不用担心，大家踊跃来支持。然后我想，越多支付的工具让消费者可以来利用的话，某种程度上也会打出口碑来，大家也会觉得很方便。即日起到10月底为止，只要在台中市天津路、一中、美术园道以及太平树校等4大商圈使用电子支付，业者就会提供像是九折、满额赠以及限时限量优惠，还有机会几点抽大奖，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记者杨宗桓台中采访报道。